半岛，反应红半岛。Hello， 冰半岛。Hello， 半岛。半岛。冰红。Hello， 半岛。Hello， 半岛。我想要跟你讲的就是，半岛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谢谢你这三年来一直对我们的照顾，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，你依然还是对我们不离不弃。辛苦你了，因为我知道这三年来你带我们这一班就是确实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也知道你时常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带好我们这一班，有很多次是想过要不要放弃，然后就是很感谢你，就到最后还是选择不离开我们，不放弃我们，然后就把我们一手带到毕业去。一直都很感谢你，一直这样默默地为我们班付出。有时班上一些纠纷，你也在想尽办法的解决。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懂事，就是很多东西，你还为我们操心这样。一直要帮我们做很多东西，每站在旁边这样。每次都是 CP 像眼镜我们班这样子，可是我知道你背后的压力，承受的压力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，对，也很感谢你每次都不把这些情绪带给我们，然后都是自己一手扛下来。老师，不要一直累累这样子，每天快快乐乐的。觉得最重要的是，希望你可以开心一点，希望你每天开心 ，OK。我希望我们毕业了过后，依然像现在一样，这个孩子能够开开心心的，这样快乐下去。你可能开开心心，然后勇敢做你自己，然后，很感谢有你这三年。恩情。会越来越努力，做好自己的本分。我们对这次统考会全力以赴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每一件事都做得好一点，如果其他人不上心不用紧，我们会帮你的，这样至少可以减轻你一点的负担，对不对？让你放心把事情交给我们做，尽力去帮你做好它哦。对，不要一手扛到晚，因为你真的是很辛苦。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也其实有时候你有你的帮忙来帮我们解决，常常就是帮我们在外面挡掉那些麻烦。就谢谢你对我们的包容，谢谢你这三年对我们的付出还有栽培。虽然我们这三年来闹过不少事，所以有时候对你会有一些愧疚的声音。辛苦你了，你辛苦了，你辛苦了，辛苦你了。我真的是很感恩你这样陪我们的，辛苦你了，谢谢你，班导我爱你，谢谢你 OK， 爱你哦。尤其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挺爱你的哦。希望你会感受到全大马带给你温暖。我全大马就是你靠山，我们毕业后还是会非常想你的，也希望我们毕业后不管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后，我们都还能再次见面，再次把上美班团聚起来。相处的日子也不多啊，就是希望我们就一起携手共度